哈喽，大家好，我是太雅。看咱这浑身上下都是金色，相信一定会给宝贝们带来金光的。今儿嘛，咱们可是要与四号小特一起对付其他三个人，把他们放飞。想问为什么？因为呀，我俩可是串通好的哟。之前一台用杰克接受了两个牛仔的挑战，好嘛，这次又来两个，这回咱就比一比谁的钩更厉害。先插个眼把你架住，绕过去准备钩。哦呦喂，这都走到咱脸上了，那可就别怪一天不客气了。勾过来先来一刀，让你跑一会儿。有小特的帮忙，咱就不用怕电击了。没想到吧，千算万算是不是算不到你们四个人中还有我的人。勾好了，你要继续在这绕，可要去后期收集吸油器了哟。看一下把子直接勾趴下呗。幼儿明，看来另一个牛仔也来了，哼，看见你了，来呀，跑可是救不了你的好挚友呢，看准备着过来吧你。这是看来你也是个高手呀，相互预判，这不是巧了吗？不过嘛，你的好挚友可是要吸油器过半了，你不过来吗？不能急，等到最后过半的时候再出手。哎呀呀，没事没事，没跑远就好。哼，还想救人，站在椅子后边去，你可勾不到人的。你我可真机智呢，来都来了你就别跑了，还在板后躲着有用吗？看咱直接给你勾过来，走你。哎，跑哪儿躲呀，快救人呐。刚才是不是什么东西过去了？有病啊，你是来搞笑的吗？骗一下直接反应，怕什么？接下来就是另一个小牛仔了，那一刀你也去吸油器吧，拉近距离直接一刀。哦，咱们的卧底来了，这样你救下来就跑，要不然呢他们该怀疑你了，毕竟咱还是很为了你着想的。快快跑，之前一溜烟跑得飞快的佣兵小可爱，我来找你了。哦，看见喽，咱这眼神再小的东西我能发现，直接绕过去撞脸了。太去吧你。那这次迷你太阳系宝贝们都准备有什么？我们赶